回来继续 focus， 成年人看儿童的行为，总觉得他们有很多地方不懂事，会不断的约束或者下指导棋。但是孩子在观察对于大人怎么样解决问题的方式，有时候儿童提出来的见解、逻辑和思考力相当出色。有一个纪录片叫做《大孩小人》，走访台北市一个由10岁左右的孩子发起的社团。这个社团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。纪录片在探讨这个小社团对于台北市政府曾经提出很多建议，比方说在公园里荡秋千、装计时器这样的建议，他们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，因此写信给北市府，或邀参加了座谈会。我爸妈都会设定一大堆条件，然后有时候要扣电动时间。那你们吃饭滑手机也要扣电动时间？他们都没在扣。童言童语道破大人做事的矛盾之处，自己都无法做到的规定，为何要孩子遵守呢？这群平均只有10岁的孩子说起话来头头是道。纪录片《大孩小人》由金马导演杨立洲监制，朱世倩执导，希望观众可以透过影片思考，当成为大人，是不是忘了曾经也是孩子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期待。台北市政府2021年推出荡秋千计时器，在部分公园试办，限制每次游玩3分钟，不仅引发社会讨论。纪录片《大孩小人》团队来到大人思想研究社，询问社团中这群8到14岁的孩子对荡秋千计时措施的想法。本来父母就应该要管好自己小孩霸占荡秋千的问题啊。比如说你在学校的厕所就装一个计时器，然后也是3分钟，然后3分钟还没出来，全班就一起在厕所外面堵他。那你觉得这样子还会有人想要去那个厕所吗？套到同学观念里面来想，还会有人想要去那个游乐场吗？还是大家都去别的地方？孩子们轮流拿着麦克风认真探讨北市府新措施，最后更将会议内容整理寄给台北市政府。我是就是前子大人思想研究社的社长，我的工作比较像是把大家的想法整理起来，就是融合在一起。最后这封信顺利得到北市府的注意，还特别邀请孩子们参加座谈会。那你们是唯一的小孩的团体，在这么大人的世界跟这么正式的公部门的会议，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？是啊，有听众让我们讲话，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好，然后也可以听到多元的声音，这样大家各自不同的观点。我觉得下一次如果可能跟小孩相关，或是跟我们有相关的东西，可能就会。我觉得小孩真的要非常的主动，才能进入到这种非常正式的会议。所以会议上没有不舒服的感觉，主席回应的有点。但我觉得主席在回应的时候有一点点，就只说一点点，有一种就是有一点在教育你，就觉得这个小孩就好像不是很了解，好，我要教育你。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懂。会是讲说东西不懂，我来个教育，就教教你这样。纪录片中孩子发表意见时的逻辑和思考能力都不输给大人。你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？说话算话。想要跟未来的大人你自己说什么？因为呢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大人明明都当过小孩，然后明明都知道小孩子不喜欢什么，然后就明明然后变小孩子之后就很讨厌那样，然后变大人就硬要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我长大以后就不要那样。教育的路上，无论身教、言教，对孩子多一份同理心，想想过去的自己，别成为曾经讨厌的大人。Love it, you guys. 拿起相机记录眼前的欢聚美好，穿着红色上衣，乍看之下以为是大家庭合照，其实他们彼此没有血缘关系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这对夫妻在80到90年代间担任寄宿家庭，一共接待了8个国际交换学生。Each of the kids was different.Each of them had their own interests, their own abilities. She came in 83 to 84. 拿出名单，派特妈妈对这些孩子常年的思念终于得到回报。共计7个交换学生搭机参加这场聚会。时隔超过30年，当时的孩子都长大成人，虽然互不相识，却能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般大聊特聊。因为这个寄宿家庭是他们共同的回忆。It felt like real family.Even though we met for the first time, 一起走访当年念书的高中，当然还有曾经居住的地方，仿佛回到学生时期，在乡间观光旅游期间，恰好遇上美国国庆，顺道欣赏烟火晚会。That I will cherish.康拉德夫妇早在2017年就想办这场聚会，但当时因为疫情，直到去年夏天才开始联系。I wasn't really expecting that to ever happen. I haven't seen them for maybe. 30 years.
不少交换生已经成家，趁这趟旅程把自己的小孩也带来，让孩子看看当年的求学历程。无论大人小孩，都对这重聚时刻无比珍惜。These kids come into your house as an exchange student for a year, but they come into your heart forever.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